现在我们正在测试这个 Nokia G21 的这一个视频拍摄，这一部手机呢，它是支援这个 Nokia 5G 的技术，就是说它能够更好的收音，周围环境的这一个音效能够更好的被 capture 到。就不知大家对这一个手机的目前的收音效果感觉如何呢？欢迎在这一个视频的这一个留言 section 给我知道一下，我们来走动一下，看看这一个拍摄画面是否晃动非常。可以看得出，因为没有支援这一个 EIS 以及 OIS，这个拍摄画面还是相当震动的。大家觉得这一个拍摄效果如何呢？